打我，你打我呢？你打我啊！打不动，打不动，打不动。打不动，别抱抱。来来，抱一个。我当时大意了，没我闪。哎呦我的妈！盘点全网那些满级番姑在。你干啥呀？盖桥劝打。Top 一。妈妈，你醒醒。Top 二。错没有？说错了。错了。Top 三。Top 四。妈妈，你妈妈，你给我磕个头，我给你一个红包。那、你爸来吧。我这专，我你俩都有份啊。哎，让你爸先给你磕吧。Top 五。我爱你呀、啊。你爱我也不能压我呀，你个脑洞。Top 六。输呢？啊？输呢？什么输啊？你上学不带书啊？你书包里系一个枕头啊？我靠，你上学去睡觉去了？Top 七。你怎么了？我有点不开心。刚才我和爸爸去接你放学的时候，爸爸一直看着方世宇的妈妈。你说，是方世宇的妈妈好看还是我好看？你们两个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方世宇的妈妈看着有点好看。那我呢？你看着有点好笑。Top 吧。嗯，你好。嗯，你好，你好。叔叔好。你好，等一下。妈妈，那你喊我叔叔。Top 九。爹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Top 十。嗯。给你珍珠奶茶。这个是你送给我的奶茶。嗯。你先喝一口。你喝，你喝，这是你的，这是我送你的。Top 十一。出来。你这还是101空降团啊？嗯哼。你打算空降到哪里去啊？空降到你头上。Top 十二。我。这个呢？妹妹。那这个是谁啊？妈妈。这个呢？叔叔。Top 十三。Top 十四。Top 十五，不要太正式，好吃的多吃一点呗。奶奶奶越来年龄也大了，以后要去世了，想吃都吃不上。妈，你别这么说。对，奶奶，你别这么说，你是不会死的。我妈经常说，你是老不死的。Top 十六。Top 十七。祝你节日快乐！有人。Top 十吧。赵凡呐，你看一下，考了59分，59分呐、啊！你学校干什么的你？啊？拿一个书包给我，我看一下你每天去学校装的什么东西。考了59分呐、啊，天高勇。这是什么？Top 二十一，皮迷。你死流啥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妈说会所啥的。啊？
Top 22。Top 23，妈妈有几岁？没妈妈。Top 24，好漂亮啊，好不好看呀？好看。很好看呀。妈妈，我有个同学过生日，我送他什么礼物呀？嗯，男同学女同学呀？女同学。女同学呀？嗯，你想送他什么呀？我想把你的礼物，把想把你的脖子上的项链送。Top 25。Top 26，舅舅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。没红包。哎呦我。Top 27，上哪儿？对对对。上哪儿 ？KTV。干啥去啊？我去。你要干啥去？你说我听听来。我还想去。你想去干啥去？去找你。Top 28，医院给我抱回来。多年后，我从火葬场把你整回来。嗯。你给我买个大房子，我给你买个。小盒子，你给我上，我给你销户。爷们儿，咱一点都。Top 29，是我催。如果我不跟你爸结婚，这个照片上就是我。谁都能当金钱吗 ？Top 30。Top 31。不哭了。不哭了。我没事了，不过来。Top 32，姑娘，你最喜欢谁呀？妈妈。妈妈最喜欢谁呀？爸爸。爸爸最喜欢谁？妈呀。Top 33。哎呦我的妈。Top 34。Top 35。官人啊，还给你送官人，你这小孩不能有你姑，打你不打你这玩意儿。Top 36，看了一眼，看一眼是怎么着？他看第二眼了吗？没有，他是盯着看的。没让我看的话。Top 37。Top 38。爸，我现在不能跟我妈妈出去。怎么的？你都不能跟妈妈出去。你怎么弄的？你多大了啊？你妈我住，你叫人吗？你多大还我妈出去？我跟你能一样？我跟你妈是合法夫妻，俺俩有证呢。你不我现在跟你妈一块住了，你都百年以后，我给你妈买也得买个一起。行，现在我跟妈睡是吧？啊。等以后搬一来，别看。Top 39。Top 40。不行，不给。那谁搂你啊？妈妈有。那谁搂小姨睡啊？爸爸有。Top 43。妈妈Top 44。我这个十字啊，你什么字啊？我会带你。这十字大成人。你？谁呀？胆子大呢。Top 45。我给你翻。你看。你以为咋了？你看你。没有。以为咋了？Top 46。
我就回来，我就回来。我就出去指个亲去，我出去指。Top 四十七。Top 四十八。爸爸交给你床上去，别人抓住你领的时候压坏，这样哎他就没办法了，知道吗？Top 四十九。Top 五十。想不想？Top 五十一。你跟我妈干啥去？我你妈看电影去啊。不带我一个的吗？你以后娶媳妇能带我们吗？滚！你给我等着，白天以后我给你打一炮。Top 五十二。骂我就算了，你还想打我呀？非得要证明一下，你是文武双全吗？哎，富哥们，要不一会儿真爱走了。想让我富人？Top 五十三。都说你妈妈很年轻，你看我像00后还像90后？我看你脸皮厚。你别。Top 五十四。哎呦我的妈 ！Top 五十五。我说别的，我叫你下来呢，我叫你下来呢，你给我下来，你给我下来，我让你上来干啥？下来，我先走啊，下来。Top 五十六，下来媳妇儿。你上来。你咋了呀？你妈儿子，儿子。儿子。Top 五十七。而且我们睡着，你一个人就跟你一个人就去大床睡去了，睡了一晚上，结果趁早上你又过来，哎呦我的妈！害怕我们发现你去大床睡。Top 五十八，一壶小枣儿不会拽那个味儿走，不要拽，知道吧？你喊你的谁吗？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是一个争强好色的人，争强好色，知道吧？知道吧？争强好色的人。每天都是忙碌的一整天，干着禽兽不如的工作，晚上才能陆陆续续的回家。你记得的啊。Top 五十九。爸爸。爸爸。爸爸。Top 六十。爸爸交给你防身术，别人抓住你领的时候压坏，这样哎他就没办法了，知道吗？Top 六十一。干嘛突然就生气，跟他们玩得好好的，简直是无价难缠，不可理喻。为什么？我可不是听我玩得挺好的吗？干嘛啦？我看他穿一条裙，今天约他来了。我说他像一个美女，他说应该叫美女，也应该叫他小美女。他说他又不是那种老美女，他说年纪后那种老女啊才喜欢叫他们的美女的。Top 六十二。我给你埋个土里、啊、为啥？因为我想你了，以后再来挖出来看看。哎呦我的妈！那你别把我埋那谁？知道。Top 六十五。舅舅的妈妈是谁？舅舅的妈妈。爷爷。Top 六十六。我操！我操！高头戏你玩儿，我替你笑了。
TOP 六十七。哇呵呵，再来一次。哦呦，哦呦，TOP 六十八。我是无敌的无敌的小可爱，有时调皮，有时候也很乖。TOP 六十九。饭不好吃，非要买肥肠，那肠子没洗干净。还在哦，花钱难，吃屎难，还花钱买屎。Top 七十，也哭啥呢？我都感冒，死不了呢。我知道，那万一呢？我是念念。